卡呢？你还好吧？刚刚真是太可怕了。要是我们走不出这个岩石迷宫，也很可怕。走吧。脆豆豆也没有了。再出不去，我们就得渴死了。要是我像爸爸那样厉害，就能把大家带出去了。别担心，会想到办法的。有了，爬到岩石上去看看路。这个主意好。螺旋桨可能被沙子卡住了，我来试试。怎么回事？我没有力气了。糟糕，奇迹是脱水了，不赶紧补充水分会有生命危险。我能找到地下河，可是地下河埋得太深了。拉丁，现在只能靠你找到水源和路了。我不行的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。你太依赖你爸爸了，所以才会对自己没信心。鼓起勇气去尝试，你可以做到的。拉丁，我也相信你。为了大家，我可以做到的。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这边。找到了，我找到水源了。哪有水呀？会不会是找错了？我们骆驼的鼻子能闻出潮湿的气味，就是从这石头传来的。我相信你，拉丁，我们再仔细找找。谢谢卡卡。找到了，是我们跳鼠一族种的脆豆豆，被落石压在了底下。哎呀，够不着！大家一起把石头推开吧。一、二、三，用力！靠我们现在的力气推不开。我去找东西，挖开石头。等我。队长快看。快，默默公主可能遇到危险了，都去找她。是。终于找到跳鼠沙堡了，那个跳鼠公主果然没有骗我们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见过默默公主？她在哪里？嘿嘿嘿，她还在岩石迷宫里呢。公主，快把猎宝石交出来，不然就把这里全毁掉。大家听令，长尾攻击。幸亏没事，不然我的妆都白化了。队长，我们该不会是中毒了吧？不会吧。好臭啊，这是肥料，给我抓住这些臭跳鼠。他肯定是去保护绿宝石了，跟上。拉丁肯定是迷路了，回不来了。要相信拉丁。琪琪，我回来了。我找到了这个，就用它把石头撬开吧。快，琪琪晕倒了，必须立刻给他补充水分。一、二、三，用力！成功了！琪琪没事了。默
喝了你们种的脆豆豆。我们跳鼠族一直在沙漠种植脆豆豆，就是为了给迷路的人提供帮助。太谢谢你了，绿公主。我知道传说中的绿宝石在哪儿了。走，咱们得赶紧赶到跳鼠沙堡。快，脆豆豆都藏起来。宝石，脆豆豆，这儿不是藏绿宝石的地方吗？队长，这都是脆豆豆。看来这是他们种植脆豆豆的地方。这儿根本没有什么绿宝石。好啊，还不肯说，那就毁了你们的脆豆豆。哎呀，谁打我呀？哼，不许伤害他们，不许在这儿捣乱，不许破坏脆豆豆，不许。反正什么也不许。你们竟然这么快逃出迷宫？因为我们找到了绿宝石。多亏绿宝石，我现在精力充沛。绿宝石果然这么神奇，快把它交出来。其实你们早就见过它了。胡说，队长什么都没找到。闭嘴，废话少说，绿宝石到底在哪儿？就在这儿，它就是传说中拥有神奇魔力的绿宝石。传说中的沙漠绿宝石其实不是大家以为的珍贵石头，而是跳鼠种植的脆豆豆。跳鼠一族把脆豆豆种在各处，目的就是为了救助在沙漠迷路的人。脆豆豆可以提供水分、营养，甚至能给大家指引方向，顺利穿越沙漠，从沙漠中死里逃生的大家觉得脆豆豆很神奇，所以才有了绿宝石的传说。没错，跳鼠族最珍贵的宝藏就是脆豆豆。跳鼠、脆豆豆、绿宝石，可恶，找了这么久原来就是这东西。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把所有的脆豆豆都带回去向团长大人交差呀。没错，一颗不剩，全都带走。不要啊！可恶的外星人，把脆豆豆还给我。好啊，自己来拿呀。公主小心。长老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老腰，哎呦！琪琪，他们在那儿。三嫂，你去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我和莉莉莎趁机偷袭。我不要。快去！救命啊！真是的，看不见他们很难打中。我有办法了。你别过来，不然我们都要暴露了。臭味是从花圃后面飘来的。嘿，好臭啊！哎呀，我的衣服，我的妆啊！总算能看到你们了，大家快上，一定要拿回脆豆豆。一群小跳鼠还想对付我？绊倒他们！看你还敢不敢小看我们！气死我了！让你们知道厉害，把沙堡吸走！
石头全都抛过去，给他卸了，看能不能破坏他。怎么回事？糟糕，枪出问题了。总算诚心种好了，谢谢你们帮忙。能种下传说中的绿宝石，真开心。没错，有他们在，在沙漠迷路也不怕了。我要回去跟爸爸说，我种了绿宝石。其实还有个秘密，在我们跳鼠一族代代相传的古籍里，真的有绿宝石的记载呢。什么什么？沙漠还有很多神奇等待我们去探索呢。